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佩琳，然后现在呢我在海边，就是青岛的海边，然后现在呢我要去捡一点点的小宝贝，然后来做一些可爱的东西。好可爱啊，看呀，啊，我们去做一些小可爱的东西。就是刚刚我在海边拿到的一些小贝壳，就是我在路上呢就看到了小泽，然后我就让他过来这里跟我一起弄这小小可爱的一个发夹。怎么会做这个呢？因为我以前呢就有做过首饰，所以就想要玩一下。你先做吧。哦，我先做，我先看你做，然后我再做一个。哦，小心小心。哦，夸张又有特色的那种，你懂吗？那我等一下我一定要弄一个。它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感觉三个就像个寄生虫一样扒在这个发夹上面，这种很丑的风格我觉得很不错，应该又有个性是吗？我好期待它的。哦，说真的我也是有一点，因为它是第一次做。小泽，这是我第一次看你最认真的，还有第二次是唱歌的，这是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开的一个小小手电手机的一个链子。Day four， 然后这是什么？我先说我的设计理念，就是简单但是有层次，然后又下次见吧，拜拜。舞台2023的小老外们对中国玩具有多热爱？ Yeah， 我觉得我会赢。我觉得你不会。我叫小蛙铃，哎，小铃蛙比较好听，小铃蛙。他叫。庆怜的儿子，三二一 ，Go！ 庆怜的儿子，哇哇哇！你庆怜的儿子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庆怜的儿子也是无所不能，很像他的爸爸。Hi, baby。 哇塞，我瞬间觉得他中文好厉害。我也觉得我都很厉害啊。OK， 那再来吧。 Ready？ 如果摔到了也数三二一 Go。 No No， 如果摔掉了也数那信号挂一个，其实他很厉害。刚才有脑子，他真的有脑子。